哇，你拍到会咕咕哦！啊，你这么无配合，你做便当来，你毋是较认真拍嘞？安尼拍一半，搁会安尼咕咕，搁打哈欠，嘿，无当吼，你摇头摇。台中的，台中的嘞，台中迄个嘞，你嘛爱认真认真落啊！你讲台中半加工，了得这么远，爱落较功夫嘞哦。迄台中的我知，嘿，啊，搁另外你应该是中部的嘛？毋是，啊，中部迄个嘞。我知有一个中波，你知影伊多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他看到我漂亮妹妹都会颁奖哦。那伊本来欠四十万，欠四十万要买车，但是伊是追追偶像组的。只要阮若有歌手要去倒唱，伊拢会带伊到遐。结果伊四十万本来要买四辆的轿车，原本他是要买轿车，后来他这样搬到没有办法买轿车了，只好买 motorbike 存两辆。然后送冷链的时候，他是说哈，原本要买重机嘛，结果哈，佮搬，我买轻型的，一百，一堆到中部呢，有啊，有一个在摄影的那个，哦，真正做忠实的，真正是忠实的粉丝啦，本来要买轿车，变买奥特曼，本来要买105啊，变买100，但是袂歹啦，伊安尼嘛足好个呢，对我来讲嘛是忠实的粉丝呢，粉条呢，无简单个，当找着安尼个。但是我甲讲啊，讲叫无去搬啊，无到时吼，摩托车100变50啊，50要看节目个时间哪咧开个时阵，伊还阁无到啊，对无？还没有到达现场啊，所以我叫他不要再颁奖了。嘿，迄台100吼爱老嘞，哈，来再来继续安排。啊，来，咱国小朋友少年家，无娶某的少年家，嘿，你若感觉讲，哎呀，若空了这么歹歹，水箱机袂歹，来，把奥数出名片，哦，简单的薄薄的一片，携带很方便，哈、哦，啊，你若要结婚要娶某的时阵，哈、哦，会记叫空了队较老嘞啦，哈、哦，来，继续安排我的漂亮妹妹，来，欢喜跳恰恰，我老花了，是欢喜来恰恰，是欢喜跳恰恰。Oh,
请啊，请送啦，谢谢。跑啦！今日爱跑啊，无跑，等下无要摇，你看我无甲你骗。哎，要摇啊！